哈哈，嗨，Alright，欢迎各位收看这礼拜的吴满秀，我们的吴美女。那么是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女主角就是李文，男主角就是咱们李正凡先生。哎嘿嘿嘿，What's up with this guy？他是一个真是太棒的一个制作人，所以今天呢，真是很难得李大哥愿意来帮忙，谢谢。哦，他的这个角色是扮演什么角色呢？扮演来跟我们聊天的角色。那么在这张里面可以滴答滴暗示里面，你做了一首歌，就是过完冬季。OK， 那么其实如果你听的话，那个你的作风适合他，是什么机缘之下会找你的这种所谓的 producer 来做他一首歌？好像感觉上好像比较好像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呀。对，其实我觉得我的音乐其实范围其实还是蛮宽的啦。啊，有时候你说一个旋律出来，如果说 OK 一个 demo 出来啊，哎，给你唱那是一种味道，给他唱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嗯，对不对？有时候一写出来一个，哎，旋律很好听，哎 ，vocal 一唱，哇，这个变成 R&B 去了。但是千万不要说给吴大伟唱，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味道。自己的味道，现在发觉味道。对，现在你不晓得吗？现在唱歌没有说什么音准不准了、啊。有个性有味道就可以卖唱片，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你在的 character 是个 personality， right？ 对，还是蛮味道。但是几个 producer 你是？很多哎、欸，很多到我好像记不起来，就蛮多的。因为这一次起码四五个。好像有五个，因为有一些是在国外也帮我在做制作。那也是一个第一次尝试跟李大跟李正凡合作，因为之前有这个伊甸园是他做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机会跟他就是做 vocal 的配合。那这次呢，去到他家那一边呢，我觉得第一他的家很漂亮，然后他家里有 studio， 然后 studio 很舒服，就是很舒服。然后我们试过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李大哥跟我讲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说，他现在那些音乐很简单，就是很 simple 的。然后他说，因为他希望是表现我的声音、啊，他觉得音乐是去配合我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去配合音乐。对了，这个我要解释一下。OK， 说比如他的唱片我怎么做的？比如说 OK， 我先一个 demo 出来，那 demo 很简单嘛，那我唱的嘛，然后那我唱的时候，我唱那个 demo 日文唱的吗？日文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太清楚了、啊。然后唱完之后，然后他听完之后 OK， 他切一个时间，他就到我的那 studio 来。对 key 啊，那他对 key 怎么对的，你知道吗？一来，他就随便就是 OK， 随便咬几个字 ，OK 几个字 ，OK 一串什么东西啊 ，Taipei is my city 什么东西啊 ，Yeah whatever OK 一遍这样唱完，我就啊好了，对 key 嘛，对啊对 key， 好，那正式在配唱的时候，他那时候来正式配唱的时候，他听到的那个音乐的 backing。跟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两回事，这样子啊？对，是变得很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你会听到只有一个 bass， 一个 keyboard， 一个鼓啊，就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不想把它整个的音乐变得很满啊，太多线条，它这样唱不好唱啊。你懂我意思吗？太多所谓的干扰，应该可以这样讲。对，会变成干扰啊，你知道？因为它本身对这个音乐就很有感受了，那我就让它发挥嘛，你知道？那。你知道开几个 track？ 大概是几个 track？ 六个 track， 六个 track、啊。对，六个鬼给他唱。我说随便你唱吧，你爱怎么飙就怎么飙吧。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到最后是看我怎么剪。就是你刚才讲法的话，其实 OK 有点像那个拍电影，感觉你像拍电影。对，因为你拍电影的话，你先拍嘛，对不对？你先录个音。后期你会做 mixing， 然后加点音效，再加一点所谓的音乐，然后再加点那个什么什么的剪接什么的。对。他刚才讲完就好像是你说最简单那个音乐。给一个 backing， 因为你是怕那个，如果太多其他东西的话，他会反而把自己剪掉，因为靠那个来弥补一些所谓的空间，可以这样讲吗？没错。啊，哦 ，I see， 所以把它能够丢出来先丢出来，后来再看你选用。对。不但我选用之后，我还在添加一些东西，它朝着它的方向走，你知道，它的啊出来一个什么 style 就很漂亮，哎，我就再推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对，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很多我们是 very spontaneous， 说随时不知道会唱什么，很随性嘛，所以。那时候唱一些很古灵精怪的 adlib， 一些转音就觉得、喜欢啊，好喜欢啊，这样子。OK， 那我先听个滴答滴，待会回来再聊聊这个电影式的写歌方法，印象方法。I like that， check it out， 陈奕迅。开钱喽！咦、yeah!。
继续，哎呦，地震了，小心啊！我可以跟天亮听。哎，那么刚才讲这个这样子那个配唱方法，其实就一首嘛，就第一首就是过完冬季，对我就帮他弄这一首歌。I see。那么其他的没有像这样子做法，其他的就比较所谓的正规一点嘛。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制作人的合作方式都不一样啊，但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我跟李大哥就是我觉得很随性啊。很随性。我在想那个当时那个你，所以在配唱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太多嘛，就先唱了再说。对呀、啊，对呀、啊。先看你有些什么材料，后来再来给自己选用，也就是先做后，不是先斩后奏了，先做了，然后才后面才晓得到底那成品会是怎么样子，而不是已经有个 idea 了嘛，对吧？对，没有，其实 idea 都很清楚哎、欸嗯，但这个清楚呢，这个方向而已嘛，方向有其实还有很多嘛，对不对啊？那 Coco 他会表现出来的，他说不定因为我会期待他有一些啊突如其来来一些一个东西，对不一样的东西，听到哇你怎么唱成 Enya 去了？OK 谁去了这样的、right. 都不一定啊， right. 对不对 ？OK，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要他才行啊， uh-huh. 你知道意思 ？Right。就是说，因为有些歌手可能是跟他的合作，比如说你就是，你要告诉他很确定，你就这样唱，嗯，你就这样唱，为什么？你不教他这样唱，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唱，所以有些没有那个什么的准见嘛。啊，对，比如说就是这么讲的，他很会 ad lib 即兴、啊，这样子，那就是他知道啊，这歌的感觉是什么啊？那重点是他唱得出来。对，那么发现那个就配完这一首歌之后，你发现他最大一个所谓那个你没有想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突然间来了一个。对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哦、那就是其中我记得是几个，好像是21，我还记得21。嗯，里面有一段，那个后面它飙上去，飙到那个 Mariah Carey 那样子的，很高，鸟叫那个，啾啾啾啾啾，不是吧？就那个音很高，啊，高，对，非常高。我也不知道会突然间这样子，我是很随性跟着那音乐，我就突然飙上去。What happened？吃了什么东西啊 ？No no, God send me a message， 叫我唱高一点。那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唱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啊，这个根本不是在歌里面。哦，对，就是在一个 inter 的一个尾奏或什么的，对，就在他那边就跟着唱啊。他说啊，我好棒棒，就这样，像宝贝一样，你知道吗？哎，真的，我在 mixing 的时候还可以 sample。对啊，我在 mixing 的时候那一段好听，哇，太好。太好听了，在哪里？这个发出来，我想在哪里？这首歌就只有放来去就够了，放来去就够了。对对对对 ，OK。过完冬季，那么做完这首之后，会不会就感觉，哎呀，为什么只有一首？你可以过来几首？会。对啊，就是这样。我们合作完之后那一天，我说好想再做一些别的东西，啊、尝试多一点的、啊。嗯，对。那么怎么办呢？机会多的是、啊，慢慢来，下一张了。还行。那你现在会不会觉得那个突然间那个从上到下感觉好蛮快的？好像上一张那个宣传没有做完，这张就已经出来了。嗯，其实感觉好像有那个样子。也有6个月了，感觉好像快一点。Seems quicker, doesn't it? 对呀、啊，时间飞得太快了，已经新的一年了，已经98年了。那是97年年尾的部分，那是后那个 last quarter of the fiscal year。对啊。你说很快，对，很快，对不对？我觉得忙不过来，会不会 like you like that？ 那么紧凑的这个生活。其实很多人现在叫做 superwoman， 因为没有，因为真的是常常飞来飞去，而且工作量很大。就是说我们那时候香港做宣传嘛，因为出广东专辑，然后飞回来去这个拍 music video， 然后拍完 music video 去纽约，然后去纽约那边开完会之后呢回来，然后再继续去意大利。那意大利那边每天就4:30早上起来拍写真集、uh-huh. 对，然后每天这样飞来飞去哦。而且我们在意大利去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每个地方大概留2-3天最多，所以那个行李还不能 close、嗯、行李还不能 open， 因为随时就要离开了、啊、对，真的很忙飞来飞去、啊、All right， 那么下一首歌呢叫做暗示， also 你们那个对不对？全世界都蛮红的，这个电影呢是好像1997年算是最红的那个暑期里面最卖座电影之一。OK， Men in Black， 然后那个之后呢，有很多那个所谓的歌曲啊、style 啊，都从里面引发而来。您听这种歌吗？
听啊，也听。嗯、在家里跳吗？有吗？我不会跳的。你，我不会跳舞。哎，不错，做出去就好了。对，做没关系，吴大伟做给别人跳。他会，他会。你也听这种东西，你也喜欢听这种音乐嘛？对不对？对啊。I see。那么你 ，OK， 你做这个 ，actually， 你看，刚刚我来没有时间听 ，slow song。Right? 不是说唱、okay, 是比较中版的中版一点那你没有说像这样子吗、like, not like 也不输啊、嗯、也是会让你有一点那个 groove 的感觉啊是吧但其实你自己喜欢做这种比较节奏一点的还是比较像以前、那个、我比较喜欢的是像哈林那一类的哈林那一类的对、嗯、对哈林那一类可能是比较 fusion 一点的东西、嗯、好其实来听你写这首歌，我最喜欢那首歌，就是那个你刚刚跟我讲那个名字，好久以前那个《想念你》那个专辑里面那个《What's Call Again》，爱你的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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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what you that song。爱你的记，没有，那个时候应该还在国外，所以没有。哦 ，I see。还在听，好像 Will Smith 那种。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李大哥做，一定会喜欢。哎，你没有中什么精选集吗？没有，精选集啊。因为你唱的比较少，有啦，我有啦，那个啦，那个快乐送那一张啦，啊，顶尖拍档里面，对对对，但是你其实你唱的比较少嘛，对不对？啊，我唱，因为前一阵你不是上次有上过一个节目，然后另外一个节目，然后你放过一些什么 demo？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都没有，都没有，还没有发表嘛，对不对？有啊有啊，那个有啊，只不过就是哈，那不是你，不是你唱的吗？是吗？有啊，我有在里面唱，日本的一首歌。啊，是我在日本了，在日本没有了，后来是中文词。对，而且有那个写歌呢，有一个特别那个嗜好，感觉好像就是没有词的时候呢，自己掰日文，就很像日文一种所谓的语言啦。嗯，那个怎样感觉好像出来是比较顺一点，怎么样？没有啊，你如果说你唱一个 guide 给别人听，一个旋律的英文学曲，对，小旋律给别人。你唱的咪嗦嗦咪嗦咪嗦嗦咪嗦啦嗦咪，那就很怪，对、啊，听到很怪，就聊この日ではあの子の入れ日の没有人听得懂啦、啊、但好像无形中是有个那些日本字好像日本字在里面的对对对对像那个熊天明是用韩文写歌的嘛对韩文那个韩国话那比较难快点这样嗨说好韩国嘛摩拉哟 OK I see alright 那么其他的歌曲 OK 有包括什么 NZM 给滴答滴里面最近看了一个滴答滴也是一个比较中一点的也没有说快要埋过去也没有慢埋过去的一个歌滴答滴是比较欧洲嘛，欧洲味道、嗯，然后是中版，比较像 old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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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 的一种歌。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打一个比较快的歌做主打，因为以前都是比较抒情歌为主嘛。那也没有说快哪一国去，什么是？也没有说快到哪一国去，快到哪一国去？快到哪一国？都蛮往后摆一个这个。毛摆中版呢，中间呢、啊，刚好中间呢、right. 也会让你这样子一起动一。就是会想一起跳舞的那一种啊。其实你真的好像没有唱过什么真的是所谓的快板的歌，好都没有，好像快也是中了，准备要加油，但是好像都没有那种感觉的一些歌曲。应该可以多尝试。Right， 每一张都可以有一些突破啊。Right. 那还有一些，譬如说美丽笨女人啊 ，Beautiful Bimbo， 哎、欸，那个 Bimbo 给写掉。Yeah， 因为呢这首歌很另类，而且是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一种唱腔。所以我对这首歌的记忆也蛮深的啊，很另类，而且也是我有一首歌也是自己尝试做这个作词。We'll save that till later，、啊、待会儿再讲讲。Okay， 那么这个呢就是《爱情黑皮书》，你有份吗？这个《爱情黑皮书》啊，哎，是我写。哎呀 ，OK， not bad。你看这个哈林的《爱情黑皮书》，Happy Book 啊。嗯。老实说、啊，你看到他头发变过几次颜色？因为他到 studio 去两次嘛，两次嘛，第一次一进来，哇，红的嘛，就这个颜色。进来的时候就是红的，就本来更红嘛，对不对？本来是好像那个刹车的时候那个红色，那个红灯。什么叫刹车？哦，不是踩那个刹车。踩刹车的，刹车。不是踩，是踩刹车。刹车都那个红。What red is it? It's breaking red. Breaking red. 刹车红嘛。刹车红啊！以后呢，要形容什么红就叫刹车红。来，给我记清楚一下啊，刹车红 ，That's Breaking Red。OK， 你刚刚讲过，就说你尝试这个写歌词儿。OK，、yeah. 那个叫做好很真想见到你。那其实我们真想见到你，真想见到你。对啊，对啊，我刚说什么啊？因为重点就是我写了这个歌词。那其实开头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中文不好。
但是因为我已经唱了那么多歌，其实很多的歌词也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听到这旋律的时候，因为这个歌是广东歌，然后我们就把它翻成国语的时候，我就很多的画面了。那然后就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女生很喜欢这个男生，是一个 happy song， 是一个快乐的一个故事。但是可惜他没有办法在我身边，所以我是很渴望看到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写着真想见到你。我就是不想写个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很多人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感情了，这种感受。那很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他们有一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可能去国外念书啊，没有办法看到他。我觉得可以同样的感觉。啊 ，I see。其实那个，你那时候你写东西有没有请教过人家？就是妈咪啊，妈咪会写。对啊，对，其实这开头是他帮我开头的，因为我说不可能的，我不会写中文的、啊。然后他说没有啊，譬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去年的今天我们在街头遇见，行啊，就这么着，好，谢谢。对，然后我不会写中文，是我说，然后他就帮我写一下了。对，那么而且那么你说 OK， 你说你唱过那么多歌，你说配唱什么？你有没有说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this 阿凡在这儿来帮你配唱什么？你有没有说会不会说借机像我去拍电影的时候，我就跟那些 cameraman 或者是录音师，他的录音机啊，no， 就是去偷，算是偷师吧，对吧？你会不会就说来，朋友说，阿里啊，这个你作词怎么做？你作曲怎么做？会不会有时候会问一问这种东西，自己会吸收一些东西？会，我会常常问李大哥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其实很想学就是编曲，因为我觉得我唱歌的灵感是来自编曲。对啊。那他编的怎么样，我就会唱什么样的感觉。那我觉得能编曲的人真是很棒，因为要花很多这个想象力去怎么去配的这个歌。所以我就会问李大哥，然后他都会给我很多的建议啊，然后说我很适合唱某一种类型的歌曲，然后朝那个方向去学。那么你眼中的李玟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什么样的歌手呢？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呢？哦，走什么路的话，那个这个是我怎么想象得到的？他基本上让我的感觉就是跟他的合作好快乐，真的好快乐，就是你知道，就是 OK， 到最后那天唱完了，哇，很开心，收工了。然后呢，我就因为我那个 studio 的墙上面还蛮漂亮的，一块。啊，中间就比如说有某某啊，给啊潘越云啊张清芳啊，就写了一块这样。亲爱的正版，他们是写这样。然后我就跟 Coco 讲，我说，哎 ，Coco， 来这边这一块，这边这一块留给你。他说好，我想的是这样一块。这一块是这一个字的一个部分 ，right？ 对，I see。What did you write？ What kind of small kind of stuff do you write？ 像这种东西，像你老李的 ，You're happy， right？ I'm happy。Yeah。我每次录音都很快乐，就算一个悲哀的歌，我现在还是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就是最快乐的时候。I see。Yeah。但 OK， 那你认为说这首歌曲的话，你写，它达到那个目标了吗？对吧？有，绰绰有余了，而且加分呢，加好多分。谢谢。哦 ，I get it, OK。All right， 我们现在这边呢，又到听歌时刻了。这个叫做《我相信》，这是阿哲啊 ，Jeff Chang 写的。我有看这个音乐录影带。叫滴答舞。在哪儿拍的？在台北拍的吗？在台北呀、啊。啊，这个学校是什么个地方拍的？是在一个旧火车站那边。哦、oh, ，very cute。对，我们很早就到，然后呢，因为那边看起来蛮 spooky， 诡异的。对，然后呢，我就说我们晚上会碰到，这话不能讲哎呀，那晚上那个人拍戏，我蛮忌讳这种东西的，知道吗？哦，真的吗？对呀、啊哦，我很挑剔，没关系。OK，Anyway， 怎么样 ？Like what else is happening for you？ 说 OK， 这张专辑 OK， 六个月之后，自从那个上一张到现在，感觉上时间很短。OK， 九八年的计划怎么样？就是 like 现在才刚开始嘛 ，right？ 对，希望可以做些什么 ？What else？ 广东上面英文？没有，我想的就是开始要在美国录英文专辑。也在今年吗？这算是年尾的事情吗？还是年尾？对，开始要在美国录英文专辑。也是希望这张英文专辑是那一种国际性的一个英文专辑。比如说也会在美国发这样子。对。哦 ，I see。所以呢，蛮紧张的。Of course， 然后不是还要去欧洲什么的吗？那个是应该在美国之前来之后。现在如果是美国现在要做，就可能先做美国。那然后再做欧洲，那看哪一个先来。哪一个先机会先来。I see. What about you？ 您呢？哇，您这个是忙得要命了。
还好，做很多其他的歌手什么都有啊，对不对？可是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每次跟不同的歌手合作，要转换不同的心情。嗯，你怎么去转呢？像你，因为你说很多不同的歌手，你要突然又要去想他们的想法怎么样，他们的歌路是什么样，他们可以唱什么，不可以唱什么，你怎么去做这种功课呢？还是有时候就是凭个感觉？对呀，就是凭感觉。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上面要你 OK， God 跟你讲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吧，这样对啊。有时候是会被吓到，对不对？一个刹车红的那个。当时跟你讲说要做 Coco 的时候，你那个想法是怎么样？说哦 ，OK 啊，不一样嘛。那时候突然间是第一，他是给你一个马，突然间会给你一个，马上有个感觉出来，还是你去摸索？哦，那很快，哦，他很快。对，不是，就是 OK， 这唱片公司的人跟我一讲，说哎，愿不愿意做 Coco 的唱片？愿意。哦，真的，因为我很重视那个 groove 啊，觉得很多歌手其实比较缺乏这个，对，那他很足够。I see。那么大家还希望那个在以后不久将来还可以有机会就合作嘛，哎。他可以给他一个很快的，拉不了车的歌。不是没有刹车红，这个是加油率，加油率的。Breaking music，Go music，yeah。Okay，all right。那么今天可以 okay see what happens this year， right？ 你快要去美国录音啊，然后。回去念书啊。我就本来想要问你，还有时间回去念吗？那么忙的话，因为很多人就说，因为你怎么讲，就是事业正在冲的时候呢，不能停，任何一个所谓的那个事业不能停，一停的话就顿掉，对，对不对？但是你又那么想念书，想念的那个 medical school， 然后那个歌唱队又那么重要的话，你怎么办现在？我觉得念书就是一定要的啦，因为做专辑不是每年每个月都要在做。那我觉得每空档的时候就赶快去利用这时间回去念书，把我那些 credit 上两个礼拜课再给你回来录音啊，开玩笑。没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开完演唱会之后回去念书，我会觉得整个压力都没有了。演唱会，对，什么时候？这一年呢、啊、还不能。中尾头。中。啊 ，OK，Coco Concert 年终 ，OK，Thank you very much。All right， 林振凡 ，Thank you very much， 有机会。有机会咱们合作，下次给我们唱对一句写个歌，我得给他。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luck. Thank you. OK， 不要太忙 ，All right, little kid. OK. All right， 那么下礼拜还有这个 Woman Show 有谁呢？各位收看，自由分享。All right, see you all next week.